的委屈。爸爸，干嘛呢？吃了，爸爸回去煮吃的给你吃吧。爸爸，我衣服都湿了，马上给你换哈。等一下，去捡金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，我很有感的爬起来。你真棒！谢谢爸爸。给你吃一个。等一下，你爸爸给你买一只冰糕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再给我捶。爸爸，我好想吃啊！好，我再带你去。没有装满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条裙子报废了，好可惜呀！好了，观众朋友们。没吃过呀？对呀。